12月25日中午，周扬青在微博分享了一则视频，并配文道：为大家带来的一支舞。视频中，周扬青和该男子牵手起舞，气氛十分欢乐。视频不仅进行了模糊处理，男子也乔装打扮，显得很是神秘，但眼尖的网友还是认出了视频中的男子，就是其男友罗志祥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表示过节又吃狗粮了，我就假装没有看出是小猪吧，又发糖，啥时候结婚啊？罗志祥什么舞步都来者不拒，而且一式百灵，舞步变化多端，令人琢磨不透。多次前往纽约进修舞蹈，大师对他的舞蹈可谓十分赞同，舞蹈创作能力很强。爱的主场秀里，他能佩戴墨镜大玩潮男造型，戴上超夸张前卫墨镜的他跳舞时完全看不见东西，只能靠自己的记忆肢体运动来完成墨镜舞。他不仅武艺接通，更有开创舞蹈的天赋。